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大喜的信息，路加福音二章十节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天使来向牧人报道好消息，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就是救主为我们降生了。从伊甸园开始，人类就盼望女人的后裔来到。经过了几千年的等待，救赎主照着上帝的计划来到人间。天上的君王自我降卑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类女子所生的小小婴孩，却肩负救赎使命，要将本来属于创造主的儿女带离魔鬼的黑暗世界，进入永恒的光明中。请仔细想想，这是多么伟大的喜讯。天父阿爸，这是何等大的喜讯，是全人类的好消息，救主为我们降生了。我们当怀着怎样感恩的心赞美不息。主啊，你来了，要救你的儿女脱离死亡的辖制，要领你的儿女进入你那光明美好的国度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不再被魔鬼毒害。谢谢你的拯救，感谢你亲自来与我们同尝地上的苦难，借着你的十字架要将我们带回天父身边。主啊，马槽里怎能安卧呢？与天上的宝座怎能相比呢？小小耶稣却睡得香甜，因为有一天所有儿女都要环绕在父的宝座前。感谢赞美宝贵救主，奉主耶稣基督无上的尊名，阿们。耶稣是最亮明星，救赎主为你导航，你愿意抬头仰望就能回转真理路上。Oh
马内利。